可以啊，我可以，可是伟哥不满意啊，因为只剩下四个人，又看不见。好了，不要耽误大家时间。其实我们早就准备好安可曲。这首歌，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哦，因为从小听到大，他唱的人很多。那可以挑战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一生的荣幸。那这首歌，真的以我个人的名义献给你们。那这首歌我真的讲真的，我没有跟他们套过，但是刚才在台下临时动议讲的，说要唱这首歌。这首歌叫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， 希望你们有一个真的这么充满爱的美好的夜晚，谢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I'm not more than your love.
希望我们下次能够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